手活的，做手活的。可以做一些就是晚上用的东西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走、啊。兵哥在钓什么？钓东西啊。钓鱼吗？不是啦，钓什么鱼？这里可以给人家钓鱼吗？啊，钓到了，钓到，钓到了。怎么拿、啊？为什么越拿越拿不到？拖鞋啦，从口袋就溜下去啦。拖鞋喝假不？人面鞋，真开心！哎、欸，没这个入不了影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东西。还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来哎哎、欸，钓到了钓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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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、哦、哎呦喂呀、啊！哦，有够难钓的这个东西，我刚靠在这边，肩带就滑落。啊啊啊！哦哦，这个更重，腰修棍。啊！哎！哦哦，真难钓，钓到了啦！他刚刚想不开，扑通跳下去。没办法，我习惯当美人鱼很久了。你要手感了吗？手感哦，这里有一点破皮。好，帮我帮我弄一下，好。啊，你终于来了，好久不见。从第一集啊，我就跟蜘蛛人要求说，一定要找你来。为什么？旧情难忘啊，对啊，古今秘密啦，不晓得你是不是一样想念我们？床上床下。对耶。还没公会哦，心脏要够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以前人家都说亏妹，他专门吼亏哥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对啊，亏哥我亏你啊，真的。刚刚割掉的也不是鱼，割掉的是包皮。因为哈、哦、钓虾女神哈、哦，我要到时候要请教你一些跟海鲜有关的事情。螃蟹、虾子、花枝、乌贼，排排站，你知道谁会被骂？你知道吗？谁会被骂？当然是花枝啊！花枝乱站啊！啊，这几个动物里面谁最怕冷？嗯，螃蟹吧。花枝，花枝乱站啊！哦，因为会抖吗？谁最喜欢上 Facebook？ 该不又是花枝吧？哎呀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花枝乱站啊！给他按赞啊！好，那这些动物里面，谁的听力最差？花枝。这次换到虾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只龙虾啦。龙虾。很没玩啊！好啦，我真的为了你精心准备一个礼物。我跟 Yuri，、嗯、我们在这个海域田，但是一朵朵的海域呢，浮现的都是你的脸。哎、欸，这个人比花娇，你看你拿着，你看这个气质多尊贵。对啊，走秀下好适合你哦，真的啦。我觉得我还是跳下去了。啊，我忘了，因为他不是走秀那种类型的啦，他不是玉涵那一种过。他是专业的。对对对对，啊，他们这种人走秀会同手同脚，不信你试试看，来，雨柔走秀 ，Action！ 你看你看，他就会很不习惯。这样跑去哪？对，因为他每天都钓虾，所以你叫他做这个动作，他很厉害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动作我们最厉害。怎么了吗？对啊，啊对啊，钓钓虾没错啊。那按照节目的规矩呢，那你必须要陪我去找寻下一个礼物。哎、欸，好浪漫哦，跟钓虾女神这样子漫步在夜色当中，荷塘月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唱一首歌吗？哪一首歌？烂的烂。那一种牛笨笨男呢？哎、欸，这里好像不错哦，看起来蛮典雅的。请问，刚刚是你攻击我的村庄吗？什么攻击村庄？我这个村庄啊，刚刚哈被人家哈拿铁锤这样敲敲敲。那我现在可以帮你什么吗？那你跟你爸爸讲说是威廉神送他的啦。好，你跟他说这个当作是这个聘金呐、啊。那我怎么办？哎、啊，这种逢场作戏的话，对不对？哎、因为我们来这边有求人家嘛。哎、欸，那个本店我当瓶瓶罐罐。哎、欸，这边是卖那个骨灰罐，是不是？看起来都是陶艺哦，传说中的手拉胚哦。对，我们这边有手拉胚的课程。手拉胚的话、就是，不是，他怎么没有劲辣鸡腿堡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以为是麦当劳吗？这边很适合亲子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啊，像我们这种情侣也适合吗？适合。哎、欸，他说我们也适合哎、欸，嗯。老公跟老婆来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晚上用的东西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怎么不行？OK， 麻烦你了。好，我们来做
做那个，哎呀，嗯，对对对。哎，看哪里啊？赶快右下角帮我按下订阅，支持威廉熊欢乐颂哦。好的，怎么开始 ？How do we begin？你们确定你们两个要这样子开始做吗？怎么样？我们两个这样坐一起不行啊？没人这样吗？好累啦，那你一个人做啦，那我过来跟你这样做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吓死人啊！那你是动画是富有哦，掉车架。这个我常碰啦。哦哦哦，对啊，我们家那些长辈啊，都是我亲手帮他们烧出来的。自己的骨灰换自己烧，有这种事吗？那我们拉胚的话，就是这边会是九十度的角。那他这样可以吗？也不会怎样啦，就反正我们都不要看就好了。哎，摄影机会拍到吧？啊，对哦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最适合就是我们摄影师，因为为了满足这个野兽摄影师啊，那就塞卫生棉条啊，就看不见。不然呢？那你要怎么弄啊？来，看不见，看不见嘞！啊，等一下，家属都看过了哈、哦。家属要看过，哪里在砍嘛？然后呢，用手掌的力气把它往上带，然后它会有一点干，没有关系，再帮我加一点水的继续。这用润滑液不行啊、哦，这一定要弄，一定要让它自然产生水。我都一直听他讲，要听你讲。那边干嘛而已？我觉得需要再长一点。啊，干嘛卡粗的？这吃一口可以吗？嗯，哎呦，这个有合格吗？嗯，看起来不错哎。怎么大你在捏，桃子还在捏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没办法，我以前都以为说大家做综艺效果故意要把它弄成这样，这手拉胚不管怎么弄，一开始一定会变成长的。哎、欸，它这个是确认土团的湿度是对对对，然后也是确认说你的土是在这里。哦，所以不是做手拉胚都变态了啊！我以前一直有这个误解。哦，这个没办法，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湿度一定会弄成那种形状。好，来雨柔就看你的喽。有很棒很棒，还可以再往上掰一点。如果还是很软的话，那要拿药给他吃。哎、欸，你当初我们节目是怎么样？你怎么一开始放得越来越开，一直在骂脏话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你真的对这个事情有兴趣，你真的很认真在学。我对放装物都蛮有兴趣。哦，这很合理吧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它怪怪的。那今天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容器？长颈鹿啊。对啊，可以啦。这个老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。我说我们这个老师驰名国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扩你的底部，因为我们长颈鹿这个会做空心的，那会是一个长的柱体上去。柱体哦，很好啊，对啊。活体上去。又没有叫你做海绵体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空心。那我们现在准备把它拉高了，拉高的时候你可以帮我左手比一个 L。好，手肘记得好。好，我当你的丫鬟了，帮你绑头发，绑头发我会沾到泥巴。这个这什么荒谬的画面？你从头上面绑头发。哎呦哎！然后离开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慢慢的离开。有。对，然后呢，再一次，它就缩了一点点了，但是我们要继续把它缩起来，因为我们要缩到像是一个长颈鹿的那个锥状。有时候会干，是不是因为弄太久？对啊。是啊，弄太久就会干啊，对啊。嗯。由下往上推吗？对对对。身为专业的。可以可以。对。做手活的。做手活。本能展现了，他刚那个动作开始有点不雅了哈。再稍微帮你把上面稍微切一下，不然它有一点点晃。稍等一下哦。哦，可以这样。好啊啊！哎，金哥包。太完整了。那这个不能，这不能再修，我弄一下。那你要把它弄长一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你可能要沾多一点水哦。好像很贵呢。对呀，让它变长啊。嗯哼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怎么在干嘛啦？我有我的方法啦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很好看？好，这个长颈鹿的脖子算完成，这个算是得到大脖子病的长颈鹿。它现在还缺一个头，我们这个弄完以后，大概多久可以来取这个成品？它需要经过烧制，目前的话大概等可能14天两天。14天。
你叫好大声！祖先都回来两次了。安那北湖啦，因为我们这个七天之后就要交给下一位有缘人。啊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？火开大一点啊！也不行，有不是不行？有的往生者有没有？因为家属赶时间哦，本来要烧两个钟头，人家十分钟也是把它烧成灰啊。这次长颈鹿哦，注定要当无头鬼啦。你带回家，因为这是你的作品了。这样子好的啦，我请那个水电哦，这边帮你接个那个电池啊。你要几段？要三段还是五段？现在哪有三段五段？人家都五十段了。哇！拍到最强，不要整个麻掉了，会吗？会。那个按摩啊，那个拍到最强，要整个肩膀都麻掉了。哎呀，言归正传呐，那手拉胚，人家这个陶艺是很艺术气息的，对呀、啊。那我们来做您准备的，那可能时间不用那么久。那我们就来捏吧，好，捏人体。乖的。我们今天录影的气氛很怪，就是讲任何话，大家都会有感觉。是揉还是捏？捏，哦，遮啦，遮啦，对对，二啦，我那个遮起来二啦。艺术呢，就是一种美感。其实呢，美到处都有，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，也不是缺少发现，而是多了你。现在我们面前一颗一颗一颗，刚刚说粘土其实是不对的，这个是陶喆的弟弟啊。陶土很幽默啦、哦。也是。我们先玩个小游戏啊。以前那个综艺节目啊，不是看图片然后捏粘土，啊捏完又给人家猜。可以。OK， 那你先开始好了，不要给我们看到，你不要看。来，计时一分钟 ，Action！ 我们两个猜，要猜错的有处罚。那天又来了，调妆物又来了。我觉得你们这整个空间哦，充满了费洛蒙。这是小朋友的快乐的地方。哦，忘了，那这里就是小鸡鸡啊。剩下几秒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，请作答，三、二、一。保龄球，正确答案是保龄球，就是保龄球嘛。强哦！我们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。计时一分钟 ，Action！ 开始啊！你开始了，你不要故意在那乱捏哦。为什么还会发出那种奇特的声音啊？这个人是不是只有一颗？哇！应该有那个字吧？来，我们一起作答。我三二一，我们就要同时作答。三二一，皮尺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卷尺、皮尺啊？一样意思吗？哇，还好。哎，你算是被钓虾耽误的艺术家呢，因为从刚刚他拉胚到现在捏这个粘土，真的很像。好，计时一分钟，开始。怎么有人在讲沙虾？不懂。好难啊！那这个是什么？嗯，是，我真的尽力了啦，但是应该也八九不离十啊。三秒钟讲出答案哦，同时讲来，三二一，请作答。龙，你呢？你觉得是龙吗？你觉得是龙？标准答案是他啦。一个来，那露露你先来，这个游戏呢必须要公平，希望被你教过的小朋友没有在看这一段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啊，干嘛呢？好，来，三二一，会懂吗？还好啦，对嘛，就试试而已。来换你，三二一。可以了。
言归正传吧。这样子啊，因为你比较会捏，那你的东西呢，可能是要送给我们下位来宾的。是送给女生？女生，因为我们来宾都女生，男生我一概都拒绝啊。我女生，女生比较喜欢什么？可爱带点长一点点的东西。要怎么结合长跟可爱？这就是你的考验啊。啊，我是已经好啦，因为我弄的就是红烧狮子头啊。好随便。对啊，这个大小刚刚好哎。哦，这样子会有一点点皱哦。干嘛干嘛？怎么皱？这是要干嘛？牛舌饼啊。七月半或者万圣节的时候。要靠了。如果你使用的话，会建议可以做那个碟子酱油饼啊。红萝卜造型的那个碟子，就是可以放酱油、wasabi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是条状物。对对对。我发现雨儿一个特点，他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。一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鲍鱼。不是的，这个是馅饼而已啊。不错。不如你看，这铁锤做得很好。我们这边刚好需要。对呀、啊。那、啊、你知道小龟为什么最不喜欢打篮球吗？有那童年的阴影啊。他爸爸想要把他训练成篮球国手啊，所以小龟在那边打篮球，可是又畏畏缩缩，一直不敢投。他爸爸很气，小龟投，小龟投，小龟。哎，好不好玩啊？好的，吉时已到，是不是要烧了？嘿，对，我们要准备烧了。记得要对折比较好烧。啊，不是要烧了？我们的作品呢？真的很好，我们先烧。那请问剪骨区在后面吗？请到后面。现在被扛起来啊？打理吗？嗯。好，那这就盖起来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放在里面准备烧。OK OK， 七天后我们就可以来取得我们的成品了。好，七天 OK。好，那雨柔，走，那我们就来这边睡吧，因为不是要七天吗？你习惯睡左边还是睡右边？啊。我们就在坐在这边等啊，就等七天。对，我每天就在那边监视你上班。哎呀，那就继续等吧。晚安喽。晚安 ，see you。好，帮我们关灯。哎呀，对啊，给我们一点私密空间。对对对。啊，牛肉卷。哎，这个表面看起来很像那个啊。就唱片啊，我的细细细细细命唔值钱，还滑片呢，灯也像啊，这个是我吃药以后了，你用我刚那个方法啦，你看那个用啊，你看上下个用啊，一记就好啊，哇哇哇，哎，你瞧不起国产的，哦。哎呦，我烧了！我看了一下，我没有后面谁把持得住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东搞西搞哦，就是这只杆子有问题啦。奇怪，我平常明明撞球撞得很好的，怪事了。今天是撞球吗？你需要修杆吗？修杆？有什么杆？每次你来就变成修杆系列。真的？对呀、啊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换一次就好，换一次就好。对呀、啊。但是也是要修啦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我发现这边有一点小破皮啊、哦，这个杆。是我破皮吧？你看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还是我跟他一起去修杆好了。你随便打一颗看看，你打那一颗，那一颗角角，而且还是蓝色的角角。哎呦，掌声鼓励！哇，好高哦！他没想到你真的是多才多艺呢。没有，对呀，可以。
你要会 kiss 吗？会 kiss 吗？哎哎哎，再来一个，再来 kiss 哦，来来，你们。你刚才就撑不住了，好不好？你起来配音啊！真的好久不见了哦，这个你算是我们威廉省欢乐颂哦强势回归系列的第一棒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对你的影片特别关注啊，我随便讲你就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在关注了。你不是有在教人家怎么分辨那个小可爱跟内衣吗？哎呀，所以你会分辨了吗？哎，小朋友才在说什么小可爱看内衣，我都是直接看哦更里面的那个。我跟你讲啦，今天来这里是这样啊，是还是一样有一个重要礼物要送给你。重要礼物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这个礼物你一定会喜欢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得了了。该不会是什么人塑胶？啊，塑胶蓝呐、啊，现在也还有现在蓝色分很多种，有宝蓝，有天空蓝，有湖水蓝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喜欢黑色。啊哦，黑蓝，没有黑蓝，我家也有。我一根香蕉放了3天，它就变黑蓝椒了。而且还有香味，是吧？对，还有香味。我这个是塑胶蓝，啊，塑胶蓝看起来就是颜色比较像人工色素啦，啊，但是比较耐用，不会褪色。啊，来，3、2、1 ，open。哎，这跟我家那一根一样粗哎。我拿回去，我真的有试用一下啦。啊，真的、啊？你用在哪里啊？对啊，超潮的。不要你讲。没有啦，我是拿来夹头发。哦，那一天没洗头，所以夹完以后呢，那超潮完嘞。这个我跟谁拿的，你知道吗？嘉伟，你知道吗？嘉伟好像知道是谁。他是干嘛的？唱歌的哈、哦，唱歌好听。放屁，他演戏的。你不要在那边装熟啦。到底今天要来干嘛？来洗车间保养。洗车间保养。车子的地方。哦，对对对，这就看起来很高端哎。对，所以顺便可以让你想一下，待会可以准备什么样的礼物。下一个来宾 ，OK， 太好了，迫不及待。我们这边是他的休憩区啦，就是车子在下面洗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就让那个高端客群呢，可以在这边呢，我不会无聊这样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会找你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这边楼上真的蛮有质感。有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去研究一下，看怎么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那我们就跳到楼下去。1、2、3，啊！你会模仿丧尸吗？不会。你可以。我不要。挑战你自己。丧尸。丧尸很简单，你就是身体放软啊。来，换你。丧尸。搞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你？哎，你是不是不太会演戏的那一种？我真的不会演戏。来，洗，你放个不要。洗。洗啊。洗啊。洗。洗。怒，哀，最后一个喽。怒，你不是那块料，因为我上次简单测试过它。哦，对。你走秀也不太行啊，过了几个月应该有进步了。来，走秀。对，哎，奇怪，走秀应该是女生的天分啊，我男生我看多我都会走，就是这样啊，有自信一点啊。走歌啊，你要盯着镜头来走秀，盯着镜头，自信一点。这位太太，你要走去哪里？已经节目进行快一半，到现在都还没进入主题。我们要体验洗车啊，搞半天怎么没有专业人员从旁协助啊？对啊，人在哪里？人呢？为什么要从这样蹦出来？有人找我吗？你是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啊，你也不会出声吗？熊熊就这样出来，啊，你为什么不从车门出来？因为后面空间比较大。哦、OK， 对对对哦，所以你是我们三一国际的这个专业人员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在清理内装之前。你是专业人士，对不对？他、现在外面呢、青菜都说他是专业，先考你专业的知识。请问什么车灯最多？什么车？车？为什么？灯。你有看过脚本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你把我的梗讲出来？今天网络很发达嘛，被你破梗没关系。
你翁笑人破梗，你搁笑甲安尼？笑啊！有的，好 ，idea， 来，你试看看来，那节奏啊配得刚刚。哪一国的人最喜欢数车子？数车子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印度啦。印度。对，印度古称天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有没有听过天竺数车车？我问一下，我们到底要不要洗车啊？你一直跟我聊聊半天，他也不动。不是你跟人家聊的吗？哦哦，是我在聊。哦，OK OK， 来，哎，我们先从心里那一段开始嘛，哈。等一下，你这根是从宇楼他家拿来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丢呢。那你比较喜欢这个，还是刚刚我送你的那一个？我觉得你刚刚送的比较好。对，你知道该回什么？知道该回什么？没有，我问你，这个是拿来干嘛？这个拿来吸，好吸内装，好吸内装，吸内装。好，这样这样吸，啊，这样吸，啊，这样这样呢？别吸就好了。哦，哎，这吸力还蛮强的嘞。啊，对嘞。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！哎，这个车主实在是有够变态的，有够没水准的。这白色好好看呢，我可以，我觉得我穿得下。你不要搞错重点，我现在讲到现代人哦，一点那个礼仪廉耻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车上还有内裤。在车内干那个苟且之事啊，然后东西哈也没拿走，真的。没有，我在确认，我在确认啊。我跟你讲。这个是新的啦，好，我们误会人家啦，好，因为搞新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宇龙，特别你们这种年轻人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不要在车子里面哦，车不要干那些苟且之事。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啊，在车子里面车啊，后来一结束以后，砰撞到电线杆，半夜三点撞到电线杆，赫然发现电线杆上面两个人，为什么看到两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交通安全，人人有责。无聊。来，你来吸，来吸啊！然后你注意哦，你可以看他在拍哪里。对。你爸爸在旁边啊，你还做出这种行为？有啦，这样其实差不多啦。啊，这个帮他收好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样表现给几分？标准，标准，标准哦。哎，你还在看哪里啊？赶快这边帮我按下订阅追踪，支持威廉小花生哦。好，吸完车子以后呢，各位错过这一段。你会终身后悔。威廉整费尽唇舌，花了很多钱，为大家争取到这段福利，不得了啦 ！OMG！ 比基尼洗车秀！你有什么问题？你用这个在擦车？哎，比基尼洗车秀啊！旅游嘞？哦，你早讲嘛，那边。来啊啦！宇龙的比基尼洗车秀 ，Let's go！ 哇！你太夸张了吧！这哇，真的无法直视啊，不晓得要看哪里啊，只能够一直看你的眼睛了。没关系，我大方的来吧。没出息啊！阿内，你流鼻血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然我等一下借棉条。还是要言归正传啊！啊，我们等一下要洗车嘛，泡沫嘛，对不对？水柱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可能要你多指导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来泡沫洗车 ，Let's go！ 好，我先帮看看哦。我好骄傲哦！我这把年纪了，量还这么大。现在是这样喷啊啊，可能没人要看我喷啊，来，你来喷好了。哦，哎呦喂！要怎么样才可以喷得起？
哎，怎么样才可以分均匀？要走一圈。哦，要走一圈，走一圈的。我们跟着他走，来来来哦，帮他收线那样的。我好像摄影助理哦。哎，真的很像摄助呢。你不要效果做够好，喷在我脸上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他已经有这个企图了。哎，那个坊间哦流传的辣妹洗车，原来就是这样啦。不用哦，再去哪里找了？跟你讲，比基尼辣妹洗车就是这样。听说那个洗衣台要8000呢，啊，你俩开背板都你看没有？这个社会很现实，阿伯边我也在擦车，但是呢，没有一台机器在拍我。这什么状况啊？大家都觉得洗车好赚啊，其实洗车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现在看到是一台哦，他们有时候一天哦是一台接一台，一台接一台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觉得都没有人在听你讲话？没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以前在钓鱼钓虾就是这样，我不是常讲说割掉的不是鱼吗？割掉的是包皮吗？解掉的也不是虾，解掉的是胸罩，就是把不吉利的那个罩头给解掉了。是这样的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这个要换水。哎，为什么你擦我的，为什么那么干净呢？我们来对比一下那样呢。我没有对比。啊，阿英，我在陪你聊天呐、啊。好了，给他换一个好了。大哥大人还真机灵，真是佩服佩服。这台车还好是小车，上次你不是说你骑到一台连结车，哦，洗三天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OK， 这个话题有点无聊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聊那么多，大家也都没有在听。这一段我看观众都会关静音，真是有见地。对呀、啊，洗的速度很快，嗯，就是要这样。对，要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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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，你是卖家，快快的洗法，3、2、1，来，你也没多快呀、啊，还不是跟我一样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但是我看过老师傅哦，哇，那动起来哦，有开始来的，哎呀，他被你激怒，对，被我激怒了，他终于正常发挥了、啊。来，雨柔洗车秀，3、2、1。什么啊！我好想成为那个后照镜啊！来来来，你来！摄影助理又来了，你好适合。而且摄影助理的表情哦，都跟小偷一样哦。这样很怕被摄影师骂。灯架好了，我来完成好了啦，把它弄完。其实啊，轮框啊、喔、要加强一下，因为轮框容易藏污纳垢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好像在灭火。哎呀，哎，灭火兄弟耶！快，兄弟们，拉好水线，弟兄们，拼了！刚刚故意让雨柔多洗一点啊，因为大家要看的是他了，不是我偷懒哦。啊，他洗的也非常好啊，但是我讲不算数啊，我们让专业的洗车弟弟来跟我们评分一下。来，刚刚雨柔洗车，你给几分？满分几分？满分100。100，那120分。哈？为什么？我说的是身材。太吉祥了！你看拜托的，荣耀的荣耀，你讲的花言巧语，油嘴滑舌。看你正经人啊，讲这150分，他的身材。我跟你讲，我要给你意外的惊喜。意外惊喜、哦。对，一般就是洗完车啊，录完了哦，就领酬劳嘛。但是哥是这样，哥看你表现得很好，除了你的酬劳之外，我在加码。这样子好了啦，啊、我送你一部车，多担待一下就国产的啦，哦，黑色的车，哦，来，希望你会喜欢的。是啥咪？激励我的感情是什么东西啊？车啊！哎呀，这国产的，对不对？这国产的黑车啊！哎，你瞧不起国产的？哦，有，还有，我收了，还有啊？有，你瞧不起国产，我给你进口车，来，西洋的车，哎，这个在西洋起里面就是城堡，它的走法跟车一样，哎，这进口的哦。我收了，哎，这个你也不喜欢，好了，这前面只是好笑，加个提醒啊，我是
真的有车要送给你哦，真的哦，那、啊、你等我一下就不要走。哎、欸，你虽然年纪轻轻的啦，但至少迟早有一天哦，你是用得到的啦。哦、啊，叫醒哦，我家。在你身边也是私家车哦。嘿呀、啊。这太大了，我挤没落，你知不？你我看一下，我没有看，我在看车。听说你们这里很厉害哦，还有专门给洗车的车主呢休息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去参观一下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顺便请你喝杯咖啡。这么好，好，那我们赶快去。不会是什么假车了吧？不会啦，走 ，Go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三一国际的休憩区。哎、欸，还帮我们准备点心，然后这个蜡烛哦，安尼那里拜祖先呢，你看。做工做嘛？还有咖啡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是唯一一位啊、我们这个节目录第二次的。哎呀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哦，消耗女生哦，消耗得很凶。哎呀，因为他们希望说我们每一集都做新妹嘛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唯独呢，哎、欸，你是全部一致通过说可以，他可以来第二次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幸啊！就以咖啡代酒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哇，马卡龙，吐哎，这不是我要吃的吐司，搞什么？不是啊，哎，我喜欢吃的是蜜糖吐司，蜜糖，像是相信你也喜欢。哎，还有蜜糖吐司吗？哎呀，吐司是什么？蜜糖吐司一块。在洗土，在拖山呢，在米吐司，好不好？在拖山呢，蜜糖拖山，哎，跟蜜糖吐司在洗边那架啦。零分，收工。啊，刚刚那两台车藏在哪里？在这里啊。啊，哎呀，就来。哎，香蕉哥啊，来，你今天的酬劳啊，哎，商量一下了哈，啊，这里有两个哈，阿半一人一个你，啊，一个割爱给我好不好？你的人啊，你的人啊，你起来啊，你的没出息。车子是每个男人从小到大的愿望，我爸开保时捷，我阿公开法拉利，而我呢，我开玩笑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东搞西搞，对不对？礼物呢？有啊，刚刚那个洗车小哥有送我一个礼物在这里。所以你已经有想到了，雨龙真是太贴心了，哇，真的是有帮夫运呢。这个交给你。哎、欸，娶到你哦，一定哦大赚钱。对呀、啊，还帮我们想到了这个礼物这个事情，它、啊、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哎呦喂呀、啊，又是条状物，啊那也弄这啦，哎、欸，人家起来我刚不进听哎，而且只要每次合作，哎、欸，奇怪拿出来的东西都是这种，你看连在马西的话，啊、哦，你在来在假电梯的啦，哦，还是拿个气球的，真的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啊，你给我讲，啊、神经病，再一下，这个是那个气泡水，很漂亮，我开一瓶来喝看好不好喝。不是啊，这不是下一个的礼物吗？很笨哦，我手回去放它怎么？你来再消费一下。哦，好的。你得先，你太单纯了。但是好香，是水蜜桃味道、啊。嗯，真的、啊，看。香蕉哥，赶快啦！你好，我速度没出息。好了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呐、啊！啊，希望那个下次还能够很快再见到你。好啊，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哎、欸，他真的少一瓶哎。那我们两个都拿走，就给他盒子就好了。不会啦，我们等一下再跟他们要一份新的就好了啦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我们一人保存一瓶。好。有一天我们走失的时候，又再相认。可能你也不记得我，啊，我也忘了你，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哈、啊，紧紧的握住这一瓶啊，对，对，我握住你，对，啊。然后呢，戒指相认这样子。OK， 答应我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那今天哦，欢乐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啊，该是离别的时刻。OK， 谢谢啦 ，Thank you。OK， 下次见啦。下次见。好，威廉城欢乐颂，我们要继续下一趟旅程啦。OK，See、okay, you， 拜拜。拜拜。Thank you， together forever。哎、欸，这个先拿走，我一直拿着很怪，我一直拿着好像我是变态一样。我拿着不是更变态吗？女生拿这个刚刚好啊，啊，这个解囊出解囊，盈盈小臂的。我握着。嗯。好了，这要干嘛啦？钓虾女神。喜欢吗？喜欢也没用，因为她是我的了。
哦，不要羡慕哥，你不要羡慕我，你也可以的，多努力，好不好？你干嘛叫我羡慕？啪啪啪啪啪啪！好厉害！这个怎么会越弄越兴奋？我是 Hiro 的。好，小姐你好，那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2D2231。哦，那你最近有休肝吗？休，哪一天不休？那你休肝都用什么姿势呢？那个老牛。变态，拍个狼，你也是老牛。哎、欸，你们聊的什么话题啊？怎么休肝来休肝去啊？没有休，他叫家女神，他那个叫肝啦。啊，休肝来用什么姿势？老牛，啊，修肝不就是这样修而已吗？老板，修肝怎么修？那一只牛，不是吗？Hello，Hello，好久不见。对呀，哎，最近一直都在想念你。真的。嗯，因为自从你录完以后呢，哎，再也没有人流量可以超越你，怎么办？真的呢？是因为我穿的特别的服啦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的智慧跟内涵。哦，您这两样你有吗？没有。而且每次穿着呢都相当得体。上次那一套黑色的，哎，是黑色比基尼。对，比基尼。哇，那一套震惊全台湾，看过人都说好。对，很多人哦喜欢穿黑色系的，嗯，但是只有一个衣服哦不能穿黑色系的。什么衣服？那个男生哦，男生那个弟弟有时候为了避孕，有没有？弟弟吗？弟弟，那个叫做工作服。工作。对，那个绝对不能穿黑色的，黑的显瘦啊！啊，他本来就小了，越搞越小。如果是啊，不好意思，好的。那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该来下一趴了？你们是下一趴，我跟你讲，我讲很久不见了，因为我最近在推广一个运动，运动女生那个协调性要好。好，哎，最近这个网络上很热门，上次有人玩这个啊，说什么手肘怎么样？碰到肚脐，这个你有办法吗？碰到肚脐，对。要干嘛？没有，看他能 hold 多久啊。啊，你碰得到肚脐吗？我碰，我这不是肚脐。你不是，你这是肚子。啊。对，我肚脐几家？好，让我们一起测试来，3、2、1，好，不用拍我，没关系。这么小啊？好，今天录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有上次在推广这个运动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运动是什麼？今天运动就是狼趴个屁，他紧卡起来。好啊、哦，来一起来，狼趴个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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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紧卡起来，他紧卡起来，对，就是狼趴下去，赶快站起来的意思。所以我就直接趴。对，直接趴，对对对。好，来，阿鱼长会放在你身后。就是你把它想成你自己是眼镜蛇，你知道吗？那眼镜蛇嘛，眼镜蛇，对，它头放会那个会突然抬起来，对不对？眼镜蛇头抬起来咬你的时候，唯一只有一个办法，好，拿棍子怎么样打掉它的眼镜？来，准备喽，来，木雨柔的挑战哦 ，Ready Go！ 哦，加油！来，毛毛虫蠕动。对你要学毛毛虫蠕动产生摩擦力，对对对。来点到。侧身。所以膝盖要在侧边。对，然后膝盖撑起来。这个是他一个 pebble 啦。我觉得姿势很猥亵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优雅。对啊。等一下啊。我放心。好了吗？好，失败，很遗憾，很遗憾，对。好，那家属都看过了吗？那我把雨伞拿掉，你爬得起来吗？3、2、1，看看。也不用手吗？对，也不用手。还是爬不起来。那你用手爬得起来吗？我可以用翻的吗？
哎、欸，你我光快闪到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个问题很大哦，你回去要好的训练一下，因为你肢体太不协调了。我们现场每个人都玩过，每个人都可以。你来试看看。来，经纪人啊、哦，经纪人，来 ，ready go。刚刚讲的头头是道，我就看你有没有办法。哎，卡起来呀啦！高手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 ，ready go。哎，快嘞！还有，右脚。掌声。好，我们来看礼物。哎，这个你一定会喜欢，这个我上次跟那个。徐恩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徐恩这个人吗？对啊，学霸女神，成人版妙丽，对。这个是温泉券，哦，现金抵用券，等于你泡不用钱就对的啦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对呀。走啦，这里又没有温泉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啦？OK。哎，不是啊。你今天跟我约在这里，神秘兮兮的，这是这 O A 啊，先啦。这边是一个按摩店，关于按摩女生子宫的部分。秘密处保养，按摩子宫。按摩子宫。哦，哎，我上次去经过一间庙，你知道吗？我吓一跳，说台湾怎么会这种庙？台湾本来就无奇不有，他竟然庙名写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大子宫啊。大子。嘿。庙吗？后来我仔细看啊，因为他那个年代有点久远，他是泰的。太子宫啊，那一点哦，斑驳了，我错几条。我想说这是干嘛？拜那个生儿育女的、哦，我本来以为是要求孕的那种，管得起太子宫，按摩子宫。哎，那这一集哦，太精彩了，史上第一位女艺人子宫即将呈现给大家。今天带你来观摩，然后你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帮雅雅姐。那我帮她按子宫，她要帮我按什么？按懒惰床。以前我们主持婚礼会讲吉祥话，那个，新牛有够巧，嫁到大难惰虫。新郎有够呆，娶到大鸡祥物。来，我们来进行子宫按摩，厉害了 ，Let's go。嘘，按摩之前要洗澡。他现在就在洗澡，杀他一个措手不及。你知道我刚刚在洗澡，笑死我了。那你洗头穿戴整齐这样，你平常在家里面洗澡的时候穿好这样？没有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现在开门是要进来跟我一起洗的意思吗？我是很想啊，但是我这个人哦，我不能越过那个道德的边界。好的。不能走入爱的禁区，所以我常常让爱从子宫中流走。按摩之前真的要洗澡了。你平常多久洗一次？我平常没在洗澡的。示范你平常怎么洗澡？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，因为我平常没有洗澡。那你为什么身上都香香的？那你闻一下有没有香？天然的果香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平常有在修行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示范一下你平常怎么洗。先冲湿。冲湿。冲是，我是习惯先洗澡，洗完澡才洗头，搓一下，上面搓两下，想的时候也可以搓个四下呀。哦，所以洗的时候突然就想了。对啊，想了，然后搓两下。它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？还是你有办法一顺一逆吗？是这样吗？问专业问题，有时候洗的真的会有感觉吗？没有，没感觉。哦，你不会，没那么幼稚啊。对啊，小孩子才这样，能洗的有感觉。有感觉，但是要跟另外一半才有的、啊。一起洗就会有感觉。洗头。对。洗屁股。OK， 那你也是卡住。对。那也叫做屁股的卡住。屁股窝。然后洗背，哎，我现在没有搓澡的工具，所以只能用手洗。然后就冲水喽。OK， 没有了，真的要洗了啊！我给你一点时间洗。好。然后呢，洗完我们就去按摩。好。要注意哦，这个门因为没锁，突然我们想拍的时候就会拍哦。OK。这个算是节目史上头一次，女艺人要被当众按摩子宫。为什么要按摩子宫？
按摩子宫可以有助于就是我们整个腹腔比较温暖。那、啊、你是谁？我是我觉得今天按摩师我叫佳琪 Jennifer 啊，可以，他就是 Jennifer 啊。请问一下，按摩子宫为什么要上空啊？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背部也会按摩。他这个时候一定不敢做一个动作，来，眼镜蛇抬头。你也有不敢的时候哦。好啊，这一段呢，大家哦，希望抱着一个虔诚的心哦，不要有邪念，不要有杂念，因为按摩子宫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庄严神圣的。记住哦，你不要那么嘻嘻哈哈。好，我才不会嘻嘻哈哈嘞。哎，我做那么多年的外景哦，我都抱着一种很诚恳哦，一个很正能量的心态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都还帮你准备好毛巾，也相当正能量，对不对？我们按摩都需要毛巾吗？啊，对，都长起来怪怪的，对，长到怪怪奇怪啊，在折毛巾，哎、欸，我为了这个东西，我去这型的有点法国沙宣学院，哎呀，苦读四年，就是学的这个，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哎、欸，他说这个怪，这怪在哪里？这看起来跟你。按摩需要毛巾吗？按摩需要毛巾啊，嗯、对，只是可能不需要这种形状。哦，有一种东西一根长长的，上面还会长毛哦，啊，放进嘴里面还会冒出白色的泡泡，嘿一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你猜猜看那是什么？啊，走，那是什么？小朋友啦，牙刷啦，有你把它差不多嘞，牙刷不是长长的，上面有毛吗？对啊，放进嘴里面刷一刷，不是会白色的泡泡吗？对呀、啊，来，我们怎么开始？我们好，我先简单的帮，就是、啊、放心哦，疫情期间哦，这个大家都比较关心。好，所以我刚刚有亲手帮他消毒过。好的。啊，好的。所以放心哦，OK， 没问题，对。好，现在帮我放轻松哈。嗯嗯。先帮你做一个松紧。松筋，对，就是让它的筋比较软。来来来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嗯，有点痛，有点痛是不是？还可以吗？我很怕按那一条，很痛。哎、欸，你要继续叫下去哦，等一下这个床会浮起来。还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好好，我小力一点。那不行不行，同一只脚吧，同一只脚。它有顺序。上次有一个人就是一只脚弄三天，他后来突然临时有事要走，对，他就只剩下一只脚。我一个朋友有一次把那个阿慧的一只弄坏了，他就去那个医疗用品店，他说要一只一只，医生说你好好的干嘛要一只？哦，我要一只还阿慧。他要还给阿慧。啊，筷子来了，筷子来了。筷子本人，哎、欸，真的就是从面摊干来的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们都有一种遐想，如果他这个背上铺满生鱼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对呀、啊，那也是不错。先帮你放松，就是阿基里斯腱的位置。像他常穿高跟鞋，对，他应该轻轻一碰就会痛。太粗鲁了，太粗鲁。这个怎么会越弄越兴奋？因为伊即马无得抬头，伊爬袂起来，伊即马爬袂起来，你看，伊脚在安尼瞄来瞄去，但是伊爬袂起来。他的脚从来没这么灵活过，他一只脚可以把人踹开，你看。其实我们用这个筷子的课程，它不需要太大的力气。筷子还有课程吗？对，我们这个叫轻松快乐课程、嗯，对，所以做完就会很快乐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可以换这个。讲到这个筷子哈，对，我就想送鱼肉额外的东西。你的筷子，这啦，在想有什么？这不是平常我们在吃日本料理的那个吗？筷架。筷子。我送你这个东西就是要你筷架给我。筷子按摩法真的就是你们发明的？对呀、啊，你应该要来试看看嘛。哎，对对对对啊，我就在等这个。好了，我轻的，其实就还可以。好了，我会专业一点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这一段开始，就是
阿弟直接做的。等一下我好慢，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哦，慢一点。对，慢慢的，然后起到这一段就 OK， 好，再收回来。哦，要再收回来。收。哦，完了哟。收。可以吗？好，还可以。哎，这个有点感觉是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梦梦在刨木头的吗？我看到这把钢的啦，我看到这把钢琴的是弄的。再小力一点，再小力一点。好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继续弄，我发现一个好玩的游戏，好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突然想到的。好的。哎，真心话老实说，好，突然想到的啦。哎，突然想到怎么会有题目？来鱼喽，好，照实回答，要不然你即将接受惨无人道的酷刑。请问第一次的地点在哪里？在家里啊。在哪里？家里的床上。在哪里？最荒谬的地点在哪里？荒谬的地点哦。用力，他在编故事了。来，最荒谬地点在哪里？你说跟谁啊？我怎么知道跟谁？我管你跟谁，跟谁都可以，就是最荒谬的地点呢、啊。我最特殊的地点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沙滩，大家不要在沙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有时候那边会进沙，女生那里啦。啊，进沙以后呢，它会有分泌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。嗯会感染，没有，两个月以后那边变珍珠。所以你都没有在外面过？阳台吧。来第三题，性幻想对象，来讲三个人。陈玉玲。啊，这个、哦、不老实，加重刑罚。玉玲哥十个优点。加重刑罚，快！他这边等你想半天了，而且好，我还要加强脚底按摩。等一下，我发现我的脚底按摩比你的筷子有用，我是真的有认真学过的。等一下会有玉玲哥的怕吗？没有，不是我怕痛，是怕没人看。谁要看我这边？不要说你们，我都。好，现在那个腿部哈、哦，他双脚能平衡哦。可以。我不相信，那你下来走看看。对呀。他还蛮清醒的。哎，你还在看什么？赶快这边帮我按下订阅，支持为你粉团热送哦！刚刚是腿的部分，接下来来到背的部分，对，那一块、就是、那一块是哪块？哎，这样很像油压呢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油压我有学过呢，真的吗？那你来试看看吗？我帮你油压一下，来，有些步骤我要看一下手机，哎，油压啦。好想知哦。油压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不只会油压、我们按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舒压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办法帮你舒压嘞，来，舒压来。好，现在要准备走那个温州椅了。哎、欸，您家给洗头碗来加贼？可以啊，然后待会会透过就是震动的低温方式，就是让它传导进去到我们妇科。OK， 对、欸、啊，他们都说后里穴，后里穴到底在哪里啊？后里没有螃蟹，我就住后里。有一条街都在卖萨克斯风的啊。对。对呀、啊，我那时候一个女朋友在那边卖萨克斯风，有够会吹呢。哇，吹到我人都嗨起来，真的卖萨克斯风啊！所以沙士风等都会吹到一半哦，呵，对不对？我讲的很传神吧？你那边应该收购那些沙士风的吧？平常女生们可以做保养型的，然后我们在经期可能是最尾端的时候，大概第四天到第五天的时候，可以来做一个这暖宫的课程。好，这是那个温灸的部分，对，重头戏要来了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呢。观战的重点，子宫按摩有助孕的效果吗？有，我们其实有些客人是因为长期调理这个课程，然后就是自然受孕。我一个朋友，哇，那个求孕很多年哎，3年前就生了一个小孩，我帮他取的名字非常讨喜，因为那小孩一出生哦，咕咕咕咕咕咕，鸡叫声，哎，神童，
后来后来他爸爸就帮这个男生取名叫做鸡鸡，很可爱吧。但是麻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三岁生日那一天，你拿公偶来参加小孩三岁生日，哎呦，鸡鸡变这么大啦。我以为他说，哎呦，鸡鸡怎么抬头啦。三岁怎么抬头？这表情好安详，法相庄严。还可以吗？很酸。我之前有想说要去国外配音。配什么？配混血。嗯，不用那么麻烦啦、啊、我也是混血的、啊。我混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台中混台北。我是 AD 混 DN。那你把公主挂回去吗？那你讲笑话吗？我不会讲笑话。啊，你讲一个来听听看。不要吧，不要，不行，我们还是知道三公分的毛是什么声音吗？三公分毛是什么声音？嗯，玉林的示范一下。故意哦。那十公分的毛是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那我真的就不知道了。嗯。哎，那现在这个在干嘛？我们准备敷上就是一个热导膜。哎呦，哦，是这样哦。对，嗯。所以我们会敷在整个腹部的位置。嗯，对。我也喜欢帮雨柔热敷。真的吗？怎么个热敷？因为 I love you。这个就是传统的保鲜膜吧，这个应该对，就是皮衣膜哦，应该没什么特别，就是让它聚热，然后因为它中间有一度会稍微凝固。那你会玩冲破保鲜膜的游戏吗？我帮你拿。欸、太好了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，不会在那个笑闹当中呢，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资讯、啊、好，那我们就静置十分钟。对，差不多十分钟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okay. 啊、我们十分钟以后到大厅哦，研究一下礼物的事情。好的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就是有休息。对，你正好休息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不得了了，这里按摩完还有甜点可以吃了。对，我这边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它这个我们的茶的话是南非有机果爆茶，所以它的话可以针对就是肠胃去做一个照顾植物。那我们今天的甜点的话是红豆紫米汤，那你们可以就是等一下稍微吃一下。啊，为什么特别要吃红豆紫米？哦，我们每天煮的甜点都不一样，刚好今天是吃红豆紫米。哦啊、红豆也可以消水肿。对，可以消水肿、排水。嗯，对对对。这黄豆跳楼了，变红豆啦、啊，流血啊！红豆她老公偷吃。它就变绿豆了。啊，你最近还有在钓鱼吗？嗯，有啊。哎，夏天要到了，哇，那个钓下去不得了哎，抓啊抓哎。你看我都已经黑一圈，就是夏天到了。我刚刚听你们经纪人在聊说，本来想说啊多找几个妹啊，大家来推广钓虾钓鱼文化。现在妹啊吃不了苦了，他们哦在冷气房里面直播啊，有人打赏，对不对？干爹干妈一堆，赚钱很轻松，你可以去钓鱼啊钓虾啊，嗯。假扮的娃妖，风吹日晒雨淋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在一个夏天当掉下去，不就人就黑了？嗯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钓虾钓鱼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但是鱼龙啊特别，他不走舒服的路线，他不活在舒适圈，对不对？他走了一条呢比较辛苦的路，但是成功了以后呢，对不对？那这份成就感是最扎实。你不习惯我突然讲正经话。对。你以为后面突然会一个？会突然歪掉？什么话题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礼物哦，这礼物我真的不敢跟大家宣布。佳琪，来那个礼物你自己拿出来，对，好，不要说是我准备的。哎、欸，有筷子哎。嘿。这是酷刑。哎，那也不错啦。
这个筷子就是刚刚这一双，就是刚刚你用过的，真的原味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好，刚刚哦，这哦满满的有的味，这几几箱，即将来抽奖，好来抽奖，一句话赞美沐雨柔，啊还有别的吗？有，这里还有我们就是的体验卷。刚刚看着看着，我都想来按摩指甲，好吧？可以，可以，戴假牙起来，好。可以，可以。来分你两张，就到时候按完你给我，因为今天晚上是我帮你按。还有，还没有。再次谢谢沐雨柔，也祝你今年大发大旺，因为我很会看的，我有预感呢，你今年呢应该会比过去几年更好。好，谢谢啦，那我就继续下一个行程了。See you, together forever. 拜拜，拜拜，加油。我想起来你一开始送什么了，那个按摩棒，烫发卷啊，那个本来就是拿来做那个使用啊，那你回去没用？没有，因为我在自己家里有啊。哦啊，你家那个五十段的。对，但是我那个有温度啊，你那个没温度啊。哦，对对，因为我那个差点以后有温度啊。好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爱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就是心动啊。这是爱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爱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呢，爱他病鬼。三年来，我听到了，林香，你成为女人了。哦，有了，你怎么倒退在洗？来自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最新的设备，360度，不可以射哦。我们这一集是要提报金钟奖。今天是我们的，转眼间一年又过了。列举三件你这一年最开心的事情：一，去日本发展；二，去美国发展；三，在台湾发展的不错。对，差不多。最不开心的一件事，做梦吃到狗屎。因为我有一天梦到我晚上嘴巴含狗屎，而且你可以很明显感受是一个黑黑硬硬的都在嘴巴。你都很了解我。对呀、啊，贴心、暖心、窝心。哥是三星好男人，一直有一个哔哔哔的声音。对，为什么一直有哔哔哔的声音？那谁呀、啊？是你自己的手机啊？哎、欸，对。您收到视频通话呼叫，一定又是我女儿按到小宝贝。我刚看到小宝贝吓到，你本来想说是谁？对，我刚才吓到。你以为发现大秘密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想说要帮你保护起来。他戴那个手表，啊，有的常常会误按这样子。干嘛跟你解释那么多？观众解释，我好像生怕你会生气。我想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啊。同样一句话，我们小时候听到跟长大听到不一样。真的。好，小时候女生跟我们 hello， 我们也 hello。长大以后，女生跟我们 hello， 我就说好，她就蹲下去了。你知道那个公车有没有听到？哎，一个女生在那边。不要碰我！我想说公车性骚扰这种事情被我碰到，我想要见义勇为。正要起身的时候，又听到那个女生讲说：“钱拿来啊，有钱就可以碰她啊！”这个事件哦，道德沦丧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一靠近，那个女生哦，在跟人家打麻将啊，不要碰我，因为人家不要碰她，她糊了。对，谁会这样？打麻将怎么打麻将啊？为什么好好的特别要讲麻将？因为行程感谢金。没有，因为旁边有一个很怪。知道吗？怎么样？人家三缺一，他竟然一缺三。你这个不怀好意的拖鞋，想干嘛？你很怕拖鞋是不是？看到你就害怕。你又不是蟑螂，对不对？蟑螂怕拖鞋，乌龟怕铁锤，小鸟怕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小鸟会怕你？因为 hello 啊。我没上车啊！来，热情掌声欢迎暌违已久的沐雨柔。本节目的流量天后，我们播出三年来前三名就是林香、沐雨柔加 LB。那既然是青春感谢季，本来是说 LB 要一起来 ，LB 没来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们经费没那么多。哎，这个两大流量女神四季同台，互相不认识，对不对？对，网络上也不认识。那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？告诉他你是干嘛的。Hello。哎，这很过不去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画面上面。我在钓虾、钓鱼。对。
钓虾女神啊，她钓虾技巧是还好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干话技巧比较强。对对对，我第一次跟她入欢乐颂的时候，第一次跟我修干的就是她。我们没有修干啦，那时候那个节目桥段设计，我在钓啊钓，结果钓上来是她嘛。啊啊啊！哦，这个更重，腰修棍啊！真难钓，有对呀、啊，后来因为钓人那个杆子就快断了嘛，所以我们两个一起修杆啊。并没有。好的，各位今天真的有福了哈，今天新春感谢祭，我们就要进行我们流量女神的大 PK。好，我们流量女神大 PK， 我们每个关卡呢都会用我的影片呢好来引导，请看。哇，往日回忆涌上心头，你看我们那时候在干嘛？在做什么？我们要进行两位的手拉胚大战。来，林香，这关叫做是。吼、哦，怎么黏黏的啦？游戏说明，两个人看题目黏黏土，哦，玉林哥猜中答案即可获胜。哦，原来是黏土，我还以为说什么东西黏黏。这关哦，他们会给你题目，然后我不会看到。好，限时两分钟。好，有时间压力，输的人来这两盘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知名调酒，酒精浓度异常的高，五八。这么硬？啊，你们以为是喝一杯哦？不是，一盘啊！太硬了吧？这样我觉得不烫。那我可以请干爹出来支援我吗？你干爹是谁？哎、欸，一年不见，你走偏了。不是啦，你现在有干爹了。等我，我的干爹是灭牙。白山护肝呐！我见到他，我知道啊。你看他就知道是白山护肝哦。一看就知道了。之前就是我天天在吃啊，吃的，然后我已经吃一阵子了。他是你干爹，我看到他都叫阿公哎。阿公。哎呀，难怪你要准备这个。我们是平常就会带好几颗出门啊。对，就带在包包里面。还分你们吃。嗯。对，所以如果我出差要工作或者是要应酬，就是如果要喝酒的话，我会。在喝酒前吃一颗，然后喝酒完之后回家我再吃一颗。好处是什么？解酒，解宿醉，而且战斗力特别强，就可以喝三盘。像林香是滴酒不能沾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哦，欠缺白参护肝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觉得我现在拿两颗好了，先吃两颗。我的二号要就是没有，等一下你可能要喝了。啊，我会输吗？Who knows？ 来，我跟你讲，先吃，保健品料袋。需要吗？可以吗？请用啊，这瓶让我带回去。我想护肝这件事情哦，是那个平常就要做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不是在那边修肝吗？啊，这也是修肝呢。对啊，吃下去能修肝呢，也是肝。对啊，哎，我为什么每次跟你重逢的时候都是在修肝？对，我今天就想说，我今天在这个护肝出来就是肝。对啊，又修肝了。好，刚刚因为一点小事情 NG， 在 NG 的空档当中，沐雨柔还没看到题目，已经先捏出来了。哎，这一下，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哎，如果要转，要不要让观众觉得我们是那个的话，这个还能够用别的？金针菇啊！啊，金针菇啦！对对对，各位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色色哦。我们这一集是要提报金钟奖。你确定？有。真的很像杏鲍菇哎，杏鲍菇很像，就是杏鲍菇啊，还能怎样？我们要正式进入比赛，好了，请出题。这怎么念？计时两分钟 ，Ready Go。你不管干嘛，怎么都是像那个，而且在捏那个的过程当中会兴奋哦。那我看林香在干嘛？我怎么觉得他那一根比较像？哦，我好像感觉得到。沐雨柔是什么的样子哦？你像确，你确定你是很传神的在捏那个？我很传神。嗯哼。这好像我平常在用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来，剩下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应该是 Chanel 吧。Chanel 不是有出香肠包吗？有吗？好，那我看林香的。啊！干嘛？我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这样一握我就知道了。麦克风，我觉得这东西不
会让人马上联想到，太多因为平常不太会用到，太多东西长这样，只有在房间的时候会用到，在房间不会用到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可以有提示，请问这个东西什么地方用得到 ？KTV， 麦克风不是吗？哦，不是。KTV 除了麦克风以外的配件 ，KTV 不会用按摩棒吗？这个东西什么地方用得到？什么那么注意？怎么可能？内衣哦、喔。那个下水的时候。丁字裤哦。我都怀疑他到底是在乱猜。没有啊，都答错。来公布正解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是景象吗？这是泳镜哇，这个太难了吧？那你的镜片在哪里？这里还有盲点啊，我捏不出来。哇，这个太容易拆成包包了啊！这个太难了，是不是鸡腿？我这是一比一还原。画得很好哦，这个太难了啊！一人喝一百，来来，你喝你的，哦、你的在这边，他的在那边、哦，来交杯酒。交，这样吗？哎、欸，谁说女神一定感情不好？对，哦，两位啊、哦、的女中豪杰，厉害，掌声鼓励啦！这是我们第一关的游戏。哎、欸，雨柔真的很厉害耶，脸不红气不喘，还好你刚刚有吃白参护肝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你之前介绍我吃这一款、然后我就想，这个女生可以吃吗？女生哪需要护什么肝？护肝的都是男生啊。对呀、你跟我介绍完之后，我还特意上网查，才知道哦，原来其实女生也可以吃。哎、你好有心哦！你看我随便跟你讲一句话，你这么放在心上。啊、你专程介绍的，我能放在心上吗？OK。然后呢，一查之后。一查之后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一查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女生也可以吃。但护肝这种东西是人人有责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得要。市面上的护肝的产品哦，白款，一定要挑一个最好的，而且呢是国家认证的。有小绿人标，它有小绿人标。我介绍给你的不是来路不明的，不是白牌的，国家级认证。对呀、有那个小绿人标章哈，那个是国家认证，说确实有那个好效果的。我要考一下你哦，代表你真的是有听我的话在吃。OK。有白参，有姜黄，还有B 群。有玛卡，对姜黄的功效呢，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嘛，已经成为热门的保健的食品了。B 群啊、提振我们精神，促进我们新陈代谢。玛卡相传3000年前啊、秘鲁他们给这个战马哦吃了玛卡以后，每一只马怎么都这么勇猛有力，冲锋陷阵，杀敌无数。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玛卡马吃进去可以增强它的活力，增加它的这个啊身体的一个能量。然后人来吃，不输给马。所以这是玛卡的由来吗？玛卡的由来，因为四叔在推广玛卡，所以他的这个品牌故事，他的这个产品之所以受欢迎呢，我是倒背如流。啊，人参也白白款，但我们的是白参。他的是白参。为什么特别要选用白参？因为白参比较温和。对。可以吃一年四季，我也不会燥热，也不会上火，也不会莫名其妙吃了浴火焚身之类的。对，那个白参呢，因为它温和，很多人呢那个虚不受补。吃完那个一般的人参以后呢，全身燥热，然后甚至啊、皮肤红肿各种问题，但白参呢就克服了，解决了这些问题。所以我将每天都要吃一颗，是就是取代我原本吃 B 群的习惯。看到你哈、今天神清气爽，然后活力旺盛，对，干话更会讲了，就表示白参充分发挥它的功效。我都开始兴奋了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有。我们接下来哦，真的就是要体力活了，就真的要看看白参呢，在你身上有没有产生神奇的效果。来，进行我们第二关的考验。好，来这一关呢，要怎么玩呢？我们先看我们威廉省欢乐颂的四季经典名场。非常精彩，你看哇，你那个也是破百万的点阅呢。来，这一关就叫做来，我点到哪里念到哪里。哇，人家好想要，好想要，好想，好想要，想要，想要，想要。我讲起来就不那个吧。来，游戏说明，对，就是抢袜子。啊，好像很难。你运动神经不好啊。啊，你擅长什么运动？那个哈喽，像这种球池怎么好？那我就是以他的那个 YouTuber 的那个主题来设定他的照片。那我们就假装这边是钓虾场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可能会
希望摄影师来我的摄影棚，来，然后掉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就是可能微性感，对，微性感，然后我就是那几下这样子掉。人家在认真教你，你看拜托不要这么嬉皮笑脸的。我跳虾虾子也是看着我乳沟上来了，你想一下。好，那你再演一次虾子上乳沟，来。我在钓虾。来，怎么样露出性感的钓虾？然后慢慢的往上，看到没？慢慢的看到镜头。放电。来，雨柔做一次。真的是专业。先不要，我不会。就是不会，你会就不用教啦。来，他教会过很多不会的人。对呀、啊，他化腐朽为神奇。现在你是腐朽五号。来，他会指导你，他会指导。我会指导你。对，哪边不够大，我再帮你。现在你就把自己化身为拍写真集的女星，啊，导演在旁边 cue 你这样子。这样吗？对，有。有点僵硬哦，对他可能不够自在，然后对镜头放电，他变雕像了，他连放电都不是眨眼，放电，你那是眼睛痛，这应该是你教过的所有人哈，最没这个天分的。我觉得他是对自己没有自信，因为他会觉得我是不是怪怪的，我是不是怪怪的。你讲到重点了，你就是他不够相信香导，香导决定罢工了。没有，玉林哥知道我没自信的意思，对，因为他比较没自信，他没自信，他有社恐。射精恐惧，遇到有射精地位的人，好像哥就有射精地位。遇到有射精地位的人呢，他会没自信。我有射精，你有地位吗？我有阴蒂，你有自疑吗？你有饮水，但是我会思源啊。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矿泉水。哎，下不为例，炸酱面，完没完啊？我讲那个都太难了，直接叫他猫趴比较快了。但是以他的个性哦，他还没猫趴，我就知道他铁定会把猫趴弄成老汉推车。来，猫趴。猫趴的话，想象自己是一只猫，然后身体要有很有曲线，该压的，像很多人趴下去不会压腰，你要这样子啊，对，老汉推车不需要到这样。对，然后你身体要够。来，让他搞清楚点，来，老汉推车，你示范做男生。宝贝儿，我来了，宝贝儿。来，要停住啊！然后就，那我要抬高他的咖身喽。啊，你动你的，反正你就是饰演男生啊。这样子。然后呢？那通常会有什么动作？你不会有那个动作，那个对，我们那集要报金钟的，你忘记了？好，回到毛发，对。尴尬哦。不要看镜头。我有镜头恐惧症。一步一步来。哦，你还有镜恐哦。镜恐，他不止射恐，还镜恐。这样吗？其实有，他这个姿势是有的，而且他腰很细。他其实是水蛇腰，但是他的腰就比较硬一点。对。你要 hold 住啦，人家观众在截图，来 hold 住，来，现在林香示范从后面老汉推车。好，来，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，激烈的竞争即将展开，准备喽，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哦，强化大作战 ，Ready Go！ 你是在调情哦？来，糟糕，林香今天战斗力不足。有点质疑，对，好，来，即将进入白热化了。雨柔，你不妨把冰箱压在地上，骑在他身上，必要的时候施展大绝技——老汉推车。好，现在规定不能抓对方的手。哇塞，不抓手要干嘛？除了手之外，其他地方都可以抓。准备 ，Ready Go！你是男的哦，雨柔，你怎么会发出痴汉才会有的声音？生平第一次被女生击中，你给她吸回去，你怕什么？趁他不注意，你知道我的那个梦想是什么吗？我们随时都在比赛当中，对。我们是强化，不是抢胸罩。希望你们搞清楚这个比赛规则。怎么开始变成在摸大腿了？来了。嘿，你是员外哦。对，来。来，快，你一下要六九了。还有一只要抢两只，对。哦，糟糕，那林香。投降嘛，不要。
你就乖乖认输吧。我们知道你为白胜护肝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，但为了要护住白胜护肝这件事情，啊！糟糕，李湘被反击了。我没有啊。哦，糟糕，哎，雨柔她最后会那个哦，绝地大反击哦，但是一直在抓她的胯下，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癖好。林湘终于第一次发出属于女人的声音了，三年来我听到了，我终于听到林湘发出女人的声音了。林湘，你成为女人了，你再也不是男孩了。因为比赛进入僵局，我们要由大会来裁定这样子的胜负状况是林湘获胜。来，我们即将要进行第三关，雨柔呢是有备而来的，所以呢他决定连穿着都要改变。告诉你们，雨柔从来不会让我们威天神欢乐颂的粉丝失望的。是的，你们的等待是值得的。好，第三关的游戏呢，我们要特别慎重，在比赛进行之前呢要进行选手的登录。来，一号选手林湘请就位。来自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最新的设备360度回旋摄影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好的，一号选手登录完成，王芳明。二号选手穆雨柔出场。OMG，OMG，OMG， 评论一下，非常好看。但是这个泳装显然不能下水，下水就它会掀起来。他的泳装都是拿来拍照用的。对，来，请就位，你的衣服已经战胜一切了 ，Ready Go。啊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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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呀，这是要安怎？啊，不知所措。好的，第三关决定性的比赛，这边是两台飞轮，这边有指标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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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好，谁踩赢了？看一下上面有水，然后就指，然后最后呢，谁踩输的那一方呢，就水会淋下来，对，就大难临头，有信心吗？没有。你有信心吗？好，没有信心，先给你们舒缓一下。阿公骑摩托车载年轻的女生，猜一句成语，紧逼在后。阿公载年轻的女生骑上山，逼上梁山。OK， 准备喽 ，Ready Go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啊，水又升来了。怎么会不动？用力！快，你是不是用踩刹车了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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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怎么倒退在洗？现在目前林湘正是遥遥领先穆雨柔的状态。由于穆雨柔一开始天兵的行为，让他的成绩呢一蹶不振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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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来！很累吗？很累，因为他怕淋湿。我不知道啊，他会扣分哎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你没有被水淋到。有啊，我下面都湿。啊，下面。哎，这边有一些小礼物想要送给大家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边非常的好玩，然后可以有很多的包厢做选择。然后我们今天只要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是留言称赞我们两个的话，那你可以留坏的，我们就不会抽你。对，可以留，但我们不会抽你，我们只会抽好听话。我们只选择留好听话的。没错。对，赞美林湘，赞美穆雨柔，或者祝福他们两个在一起。我们会抽出三位的幸运儿，没错。但是谢谢我们的流量女神穆雨柔，谢谢。你知道我们那个小时候喜欢女生包紧紧，长大以后呢更喜欢女生包紧紧，舒服啊。小时候不喜欢那个女生逼太紧，哎，长大以后怪了，喜欢女生逼太紧。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舒服。